大家好，我是董阳。由于五一期间呢，陪家人去了。哇，牛这个雷！所以我要上榜系列延后一周，本周五会给大家分上。今天呢，就先来看这期间打的两把五杀素材。第一局坠机之地冲呀，抢一楼，哎，瞄眼跳板，准备啦，滑铲开镜，一个，两个，哎，快上楼，快上楼，哎，看一眼后路啊，上三楼再看看。狙击手，哎，拿乳娟，哎，看到了，哎，先打这个，坐下，坐下，哎呀，穿的挺准呀，你可知道一招从天而降的枪法？坐下，坐下，就是我的副驾，哎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来看第二局，彩虹小爪刀，冲冲冲，哎，超车了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哎，我短跑小王子岂是浪得虚名？开展，开展，哟，爬，接着爬，一个。混烟换弹，继续前点，移动扫射，三个，换个弹啊！队友全在这，哎，去看看屁股。你好呀，开开心心看屁股，这把稳了。哎，后面好热闹呀，屁股怎么不来人呀？哎，掉人了，哎，我来啦！吃我一发仙女棒！哟，这还把我队友反杀了！给我坐下！你也给我坐下！嘿！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周五再见，董瑶 over。